女性出门最怕什么？当然是粉丝的围追堵截了。于是帽子、口罩、墨镜三大法宝应运而生，但也有那么一股清流总是反其道而行。李易峰出行很少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固然有许多粉丝近距离围观拍照，但李易峰并没有发脾气。黄晓明出门不仅没有化妆，居然连口罩都没有戴，只有一脸的自信，真是低调到尘埃里了。这位影星叫张大大，外出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可能是怕被粉丝抓拍到，可谁晓得当天并没有碰到粉丝，那么自拍一张吧。姚笛穿的仍旧蛮多的，口罩、帽子、围巾，恐怕粉丝真的认不出来了吧。再来瞧瞧周润发，并不惧怕被附近的粉丝认出来，大步流星就出门了。发哥就是这么酷，比心。然而郑秀妍这对姐妹就很搞笑了，戴上墨镜的目的是怕被粉丝认出来，可剧场根本就看不到什么粉丝，然而保镖的数目却多得让人无力吐槽，怎一个尴尬了得啊。